苏格兰当地时间10月23日，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在苏格兰参加官方活动，凯特王妃优雅灿笑问候小学生。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苏格兰当地时间10月23日，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在苏格兰参加官方活动，凯特王妃优雅灿笑问候小学生。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